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2年军民联合防空湾46号演习工作简报会议，会议开始。首先，让我们介绍本次与会长官及贵宾。首先介绍指挥官罗达生副市长。接着介绍副总裁官海巡署分署长宋子阳少将。那也因此呢，我们为了要提升我们这个国土安全的网，这个网效网安全网的这个效能的提升，而且要精进我们军民联合防空，熟练我们防空避难的作为哦。所以，我们这个本次万安46号演习，我们结合南部地区哦，包括高雄市、台南市跟屏东县来同步实施哈。我们待会警报发放后，即将展开人车的疏散。还有交通的管制，还有防空疏散的避难，战灾的这个抢救、灾害的救援、灾民收容、开设等，不同的这个演练的一个科目哈。那我们这个地区在前镇区哈，是我们高雄市目前发展亚洲新湾区的重心。那各项重大的一个建设陆续新建完成哈，也带着周边的产业跟人口也持续的提升。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选定在这个前镇区哈，那实施车体以及相关的这个人员就近疏散的演练。我们也要求这个行驶中的车辆哈，如果听闻到防空警报的时候，一定要停靠在路边并下车哈，就近进入相关的这个防空疏散的这个避难设施加以避难哈。我们今天也会以这个诚毅酒店来进行实作的这个演练，来验证这个军民防空的各项的一个行为。当然我们也结合高雄市政府各相关的局处以及后备指挥部来共同规划。消防局也负责灾害的救援，还有我们卫生局哈、启动重大伤患的救护。另外我们社会局也成立了灾民收容开设的演练。我们借此来展现我们市政一体、公司协作，以落实全民防卫的目标哈。那大概在演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这个副总裁官还有各位先进哦，不吝给我们高雄市指正。那我们也将虚心的接受及改进，并纳入来年的这个演习的规划。在此本人代表市府感谢统裁部的各位的长官的莅临指导。同时也感谢我们参与演练的单位跟同仁不辞辛劳的演练哦。最后，我也预祝我们本次演练能够过程顺利圆满达成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局民防管制中。
中心报告万安演习工作简报，请各位长官、来宾观看简报。112年高雄市军民联合防空万安46号演习工作简报，简报开始。报告大纲依序为：一、演习重点与视导流程；二、防情势与警报台工作概况；三、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概况与宣导执行；四、结语。一、演习重点与视导流程。一、演习重点。112年万安演习，高雄市举办时间为7月25日星期二，下午1:30至2点为第一部分管制时间。演习重点项目有防空疏散避难、警报传递与发放、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演练。下午2点至2:30为第二部分为实施管制。演习重点为赈灾抢救、灾害救援及暂时灾民收容救济站拍摄演练。右图为本局制作本市的万安演习宣导海报。二、视导流程。稍待会在简报结束后，由左营防情室执勤状况与前镇分局制高点警戒画面呈现。接下来将前往1楼前镇分局前方道路、一心路派出所、诚毅酒店视导第一部分演练情形。紧接着再前往台电南部发电厂与成功特殊教育学校视导第二部分演练情形。在细节部分，简报结束后，我们将在前镇分局前方道路视导车停人疏散演练，再至一心路派出所视导警报台操作演练，再前往诚毅酒店视导防空疏散避难演练，接下来前往台电南部发电厂视导战灾抢救、灾害救援演练，再转往成功特殊教育学校视导灾民收容救济站拍摄演练，最终在该校举办演习检讨会。二、防情室与警报台工作概况。一、防情室工作概况。防情室运作共有3个主要运作台，管制台主要负责海啸与防情传递演练， VHF 管制台负责各分局勤务指挥中心无线电台测试，总机台则负责警军民单位防情电话测试。二、防情室地下化进度。于3月警政署行文要求防情室地下化，接着开始与相关科室召开防情室搬迁协调会，协调后奉核定迁移至警察局地下室，目前最新进度招商整修中。三、警报台工作重点。维护，每周排定行程保养本市所属警报台并进行监控。巡检，本112年迄今共检修63次78项，妥善率100%，均能维持正常运作。汰换，汰换3台老旧警报台，确保正常运作。教育训练，本112年新进同仁训练76人，并每年定期常年训练。创新一，加装记忆卡，降低因程式故障所造成之警报台异常。二，安装图波吸收器，降低警报台遭受雷击损害。四，普及空袭警报音域。迄今共增设仁武特殊教育学校等4处警报台，目前在人口重密度较高区域，音域不足部分已全数改善完毕。三、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概况与宣导执行。一、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概况。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建档列管总数共计7338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可容纳人数共计611万余人，本市涉及人口数为273万余人，供需比例大于2倍以上，符合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建档作业要点规定。
二、新式防空疏散避难标识牌更新。3月1号警政署行文指示更换后，于3月14号招商制作，并于4月12号分配辖下分局更换，最终于6月15日全数完成所有标识牌更新，达成率100%。三、新式防空疏散避难引导路牌建制。于本年度已设置30个住所，共计81面路牌，于113年预计增至45个住所，共103面路牌。114年度将持续规划。四、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稽查。本年与建管处、消防局分工稽查本市7338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目前已全数清查完成，并做成稽查缺失记录，共计1220件。缺失部分大部分已现场指导改善，其余缺失部分已函请建管处列管改善。五、防空疏散避难宣导。我们透过社区校园、当地公所、网路治安座谈会、大众运输、大型活动及自行制作的手语影片，进行多元管道宣导，让民众了解防空避难相关知识。六、外籍人士防空疏散避难宣导。今年5月份，我们借由外籍人士活动与外国驻台单位共同宣导万难演习与防空疏散避难注意事项，并由本局自行制作6国语言海报，与现场发放小卡，宣导外籍人士周知。七、外宾观摩本市防空疏散避难设施。5月24日，菲律宾驻台代表处率员至本局拜会局长。本局准备简报说明，介绍本市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概况，并实际观摩本市诚毅酒店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相互意见交换，呈现我国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作为成功推动国民外交。八、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电子地图宣导。我们在警察局网站与警察局 LINE 和警政服务 APP 加强宣导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电子地图查询，迄今 Google 浏览已达181万余次。四、结语。借由演习，我们希望达成以下目的：实行居安思危意识，验证防空准备与作为，促进防空机制运作与效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都能因应最坏情况做最好准备。简报完毕。以上是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工作简报。看右前上方投影幕，为前镇分局对空监视岗哨即时画面。目前画面里为分局员警执行情形，负责监控空袭状况，监视不明敌机，并注意周边可疑人事物及灾情处置反应。首先请看画面第一格为西南角岗哨，负责前镇渔港以北空域监视。监视哨人员携行相关装备有防弹头盔、防弹衣、望远镜、长枪、无线电、警笛、指南针，并做出对空警觉之警觉动作。监视哨人员之警觉动作亦要注意自身隐蔽，遇有状况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告现况。接着看到画面第二格为西北角岗哨，负责柴山以南空域监视。再看到画面第三格为本分局对空监视哨，负责东南角之空域画面。为了不要有四线死角，透过三个
哨点之间相互联系，增加视线监控角度，以达到全区域 3D 立体防护网效果。最后画面第四格为一星一路与光华三路道路即时画面情形。接着请各位长官及贵宾观看本局房型室房型作业即时画面。房型室负责接收、传递、发放来自警政署民防管制台紧急警报命令，有人员24小时轮值确认命令正确性，判别后透过多链路下达传递并向上级报告。目前画面里为警察局房型室全员正聚精会神等待上级指示情形。接着介绍房型室工作概况。管制台负责全盘房型室房型及海啸演练之下达、传递、通报及查证。管制台下达传递紧急警报命令至总机台及无线电台，并立即向上级报告防情警报命令情况。总机台负责防情有专线电话收发传递作业，传递17个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再向下传递至各派出所警报台。VHF 无线电台负责 VHF 无线电话话波传递及警报器视转与广播接收。再看到房型室内战情室画面。演习日期7月25日星期二，演习时间下午13:30到14:00。演习方式人车交通管制，前镇区验证车停，人就近疏散。注意事项，演习实施时各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公司、场站及民众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密闭掩蔽。各机场、港口之飞机、船舶、铁路、高快速铁、公路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其下飞机船舶车辆旅客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各公民营工厂照常营运，但需关闭门窗及人员管制。台湾电力公司不实施断电措施。以上高雄市政府提醒您。我们也准备了一部相关的防空避难电子地图查询教学影片。
响起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人车的管制。那我们的警察、民防还有当地的社区守望相助队人员哦，会引导民众进入最近的防空疏散设施避难。那呢，我们呢，或者呢，会依我们的地形地物，切实的做掩蔽。那待会呢，我们演习的重点将会有我们右手方新振兴医院及旁边的公园，还有我们后方光华双喜大楼地下室是我们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那我们在这边哦，特别的感谢我们当地竹南里的蔡里长跟我们竹西里的林里长，他今天呢率同了社区的守望相助队人员哦，前来协助我们的万安演习。那各位长官及来宾哦，我们目前看到我们正前方的一心路，它在2014年的时候呢，曾经有发生哦丙烯外漏，发生了规模惨重的石化气爆案。但是在我们的市府还有我们民间的通力合作之下，如今已经恢复了荣景，而且呢市容甚至比以前哦更加的开阔还有美观。那我们前镇区，我们是属于哦亚洲新湾区，在我们的辖内有梦时代百货公司、 SKM Park 的购物中心、三都商圈呢，还有我们的高雄展览馆、高雄市立总图书馆，以及呢高雄的软体哦科学园区等等哦，是我们哦高雄的经济发展的核心。所以呢，也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百货公司跟这么多的重要的设施，所以我们来往的旅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今天的市导的路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地区，我们要如何哦，在以最慢的方式疏散民众哦进行避难，这会是待会哦演习的重点。那待会呢，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实际的模拟，也会有模拟哦，我们有视障的朋友，以及有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如果假设这时候还在外面的话，我们警察、民防及当地的社区的守望相助队人员哦，要怎么样最快的方式协助引导他到最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进行避难，或者如果有点距离的话，我们要如何依地形地物切实的掩蔽哦，这呢就是我们要如何结合民力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演练的过程。那待会呢，各位长官哦，我们在这边等到警报器响的时候，我们会往下做移动，会到我们的专道的部分。我们待会要演习看的重点，第一个部分会是新振兴医院，所以待会大家可以看着我的引导，看这个方向。然后待会呢，我们会沿路往后方哦做移动。我们在左后方哦会有一个粉红色的叫做光华双喜的大楼，那待会会在那边进行了我们防空的避难的疏散的演练，请各位长官看。那我们在这边哦稍待一下，待会我们的警报音哦会响起哦。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场的警察民力都已经布感完毕了，那待会会仔细的引导我们的商家跟民间做我们的灯火要关闭，那禁止人员做进出哦。那如果有行进间的车辆的话，我们会及时的引导他们靠边做停放，要在安全的地方下车。那我们的驾驶跟我们的成员会听从我们警方跟民防的引导，在安全出口下车之后，迅速的依地形地物做掩蔽或进入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那请各位长官及来宾，我们稍待一下。请他们靠边做停放，各位长官可以往前看一下，这时候有叫一些车辆已经靠边做停放。那在我们的右前方这边有我们的行人经过，那这时候我们仔细看一下，他
所以已经牵扯我们导盲犬的视障的朋友，以及推着我们轮椅的身心障碍者。我们可以看到警察、民防跟当地竹南里蔡里长协同他们的社区守望相助队人员主动的上前协助，那引导依地形地物切实的做掩蔽。各位长官及来宾现在车辆现在已经都人车净空了。各位长官及来宾，我们跟着我的脚步往后方做移动，请跟着这个请跟我来的牌子。各位长官及来宾，我们待会要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左手方这个粉红色的大楼，叫做光华双喜。它的地下室一楼呢是我们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待会呢会实地的演练如何呢引导民众进行疏散。演练项目撤停人避难，报告兵。各位长官及来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竹溪里林里长率同社区守望相助队的人员引导这些民众以及我们外籍人士推着身心障碍者迅速呢引导到我们的光华双喜地下室进行避难。而且呢这个时候呢也有我们社区守望相助队的人员在入口处协助引导。那大楼呢已经主动的开启地下室的车道铁卷门来开放我们民众进入避难。那入口处呢都会有我们的黄色防空避难的标示牌，现场也有无障碍的设施。那该大楼呢地下室一楼为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总共呢可以容纳的避难人数是2412人。各位长官及来宾，我们呢第一阶段的实地演练就到此告一段落，请跟着呢我们的引导人员同我沿着红砖道返回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本次万安46号隐形紧急警报解除警报代码为何？本次万安46号隐形紧急警报代码为179，解除警报代码为264。代码通常置于何处？代码置于值班台电话机背面。演习结束后，代码应如何处置？演习结束后，代码作废，自行销毁即可。收到警报，发放给你有照第6法自行响起，造成不明，请问该如何处置？如遇警报器不明，可透过终端控制器面板上警报选择之紧急警报钮、解除警报钮，即可正常启动警报。如仍未启动警报，则更改使用交流式手动发放开关，手动5秒发放警报。紧急警报为一长音、两短音，长音15秒，向右旋转开，1、2、3，15秒，向左旋转关。解除警报为一长音90秒，向右旋转开，1、2、3，90秒，向左旋转关。发报后立即报告所长、分局警务指挥中心、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待警局民管中心派员检修，并于防空警报器运转记录表电子化簿册勾选防情警报超灯发放命令及代码，并于备注栏注记发放情形。没有收到警报发放命令，警报器却自行响起，造成不明，请问该如何处置？如遇警报器误鸣，可透过终端控制器面板上警报选择之警报消音钮，即可关闭警报。如仍未关闭，则立即透过交流式及电子式警报器电源开关关闭警报。交流式电源开关关，电子式电源开关关。处置后立即报告所长、分局警务指挥中心、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待警局民防管制中心派员检修前不可复电，避免二次误鸣，并于防空警报器运转记录表电子化簿册勾选设备状态与备注栏注记不明情形。请说明紧急警报解除警报警报音符为何？紧急警报音符为一长音、两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间隔5秒，连续3次，共115秒。解除警报为一长音、长音90秒。演练结束，谢谢长官。谢谢。各位长官及来宾，一心路派出所警报台操作演练已经完毕。